那群什么特使的，还真以为少主是来救郡主被马府的。现在他们肯定找不到人，还是少主英明。现在这个马家郡主可真的任由少主摆布了。对呀，是，还是少主厉害。就是少主英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，喝喝。哎。 马占星，你若是清醒，一定会问本少主为何不是带你前往马府而去吧？啊！要怪你就怪楚葵，顾家为他卖命一辈子，他竟过河拆桥，拔掉顾家权位。 我处心积虑的想要接近你，无非是要诱骗你投靠晋国，以要挟马家势力一同投降。哼，不料你马家先一步被敌境所灭，幸好你还没死，可以成为本少主投靖的筹码。哈哈哈！少主，正如你所料，朝廷特使一干人等正前往马府而去。哈哈哈！好极，等他们发现中计，咱们早就走了。 真是有病！以前爱什么人不好啊？偏爱一个狼养大的。本少主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我才是真正的狼。听闻这曼罗教。 只要将他引下，便会幻象四起。本少主今天就拿你这个活死人一试，好不好啊？本少主平生最会整治他。 知道巢穴，看清楚你的投敌逆心。曼罗教怎么在这时起作用？快，把他给我杀了！快，带走马家郡主！没见你我是谁。 没有你的人生，习惯了黑的深邃，再也不会担心追的女孩照亮谁。
这是风的形状。可是你又回来了，爹，全部的人，他们都不在了。本王乃是国王三殿下，按照朝廷规矩，你可以称呼我为博王殿下。你不是郎才，还是你仍然怪罪星儿，不肯与星儿相认？马郡主，看来你的离魂症仍未痊愈，依旧分不清现实与虚幻。主子，您的伤势太过严重，必须马上治疗。走。我一直在这守候，未曾变过，像一万年前那一颗星球依旧在闪烁。